这边让小娃娃在这投篮球。叫小娃娃投篮球。You got her, Mayor? 那个小娃娃刚开始学走路，蹒跚学步，小娃娃。还不错，老美他们都还是算是比较喜欢活动吧，还是比较喜欢活动。那边那个小孩在拨了那个转盘，伸伸懒腰。走了，走了。现在洗手间就走了。嗯，我的帽子，呵呵，帽子，一圈帽子，就是快餐店打工的时候发的呢，一圈帽子，一圈。啊，小孩在那玩呢，还不错。自然环境还是挺好的。哦，有的人在那里边吃东西呢，野炊，叫野炊，这是园林工人。他一早上就抠着这个草坪，这个草坪人们上来踩啊，还不错。老美这边的草坪是可以踩的。哦，这个草还真不错啊，上面还有小花，小小的花朵儿，小小的花朵儿也比较精彩。然后还有这种圆圆的叶子的，这边的草长生态还不错啊。它不是那种清一色的细草干儿，而是有那种细草，也有那种大叶草啊。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已经枯黄了，被大家踩的已经踩黄了。草坪不错，这是一个小的高坡，不错不错。这个草坪我是第一次上来踩，这块比较绿啊，这块。这块很绿，这块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这天气真好，这天气。旧金山这边天气其实还挺不错的，比较凉爽啊，不冷不热，偏凉，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说还算习惯啊。老家那边冬天冰天雪地的，这边冬天没有雪，没有冰，还不错啊。就是有点水汽，但是加州又干旱呢。旧金山这边应该不干旱。这种草，我记得老家那边也有啊。这种的草有棒棒，看这种的，老家那边这个棒棒长得特老高，特别硬。小的时候经常拔着它玩，做成那种小鞭子玩啊。看这种的，这种的，一个棍棍长特别高。但是这边它这个品种的事儿吗？还是没到时候呢。然后这边是他们一些人在吃东西啊，在野餐吗？叫什么呀？他们拿一些小零食啥的在外边这样的，家长陪着小宝宝在这吃东西，是一个儿童游乐场，里边有秋千呀，或者各种滑梯什么的。嗯，这边是花瓣吗？掉的？花瓣啊，有这种粉色的花瓣，
掉的花瓣，然后还有开的这个小黄花，小黄花、小白花是开的。这边开的是一束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很好看啊，这个给它拍一个照片，这个很漂亮，对吧？一簇，哎，拍个照片，这个很漂亮。然后这边粉色的是掉的花瓣，从哪掉的花瓣呢？啊，这个树上，对，这个树上有这种粉色的花，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还有鸟在叫啊，还不错。这是一个儿童游乐场，啊，那有一个烧烤架，看到了，那也有烧烤架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也可以户外烧烤啊。我以为旧金山没有呢，旧金山也有啊，还不错。这个游乐场是儿童和家长一起进来啊，大人不能进，单独的大人不能进。这边也有好多扔的这个垃圾，没人捡啊。哦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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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这几天调整调整身体，让这个生活慢下来啊，继续慢下来，继续的慢节奏哈，进一步的慢节奏啊。这是园林工人的耙子，这种耙子是铁的吗？铁的，铁的，铁的。看着像塑料的一样，它可能爬草地上的这个树叶什么的啊，还有这种的硬茬条是这种的尼龙的，也像耙子一样的形状啊，往外搂搂这个草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Do not drink，不要喝。Non-potable water，potable 是带走吗？不可带走的水吗？什么意思？Portable 是带走的意思吗？不是，Portable 不知道了。Electric 是电，这电缆这是电缆，这是园林工人，他是负责清理公园的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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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，这个生活还是这样安排生活不错，老年生活还不错。哦了，我用两个手开了。哦了，再见。这个是水果、面包还有菜，今天吃它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